最近刚刚举办完婚礼的张馨予可谓是赚足了眼球和话题，但是相比对娱乐圈那些动辄花费上亿的婚姻，张馨予跟何洁的婚礼算是相当平易近人了，简约低调，并没有多铺张，就像张馨予公开婚讯那样，连恋爱、求婚、领证、结婚都省略了，一条微博就让网友吃了满满的糖。但是网上却谣传出了各种婚礼奢侈的新闻，还有很多照片都并非现场照，让张馨予好友不得不替其出来澄清，两人的婚礼没花多少钱，婚礼规格跟普通老百姓差不多，没有婚车，钻戒也很小，婚纱什么的都是最基本款，菜式也相当简单，可见这场婚礼比起娱乐圈那些世纪婚礼来说真的是相当接地气了，所以别轻易信谣传谣，祝福这对新人就行了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张馨予并没有多休息几天，享受婚后甜蜜，就马不停蹄开工回到了拍摄现场。这部北美提拍到了开工照。之前传出张馨予疑似怀孕，奉子成婚，但是从开工照片来看，张馨予穿着高跟鞋，依然苗条纤瘦。现场张馨予也有说有笑，婚后的幸福都洋溢到了脸上。等待开工时也只是躲在一旁补妆或者看手机，不知是不是在联系老公何洁呢。张馨予也被网友纷纷祝福并大赞漂亮，只能说这次张馨予确实做得非常好，没有利用恋爱婚礼来博取眼球。记得去年范冰冰被求婚时，张馨予还没有传出恋爱消息，如今范冰冰还没有结婚，倒是张馨予一步到位，直接恋爱结婚都公布了，相当有魄力。不管有没有双喜临门，张馨予嫁兵哥哥就是一段佳话了，也希望他跟何洁能够甜甜蜜蜜下去，尽快有个可爱的宝宝吧。